要拖鞋呢，还要情侣买可乐。我们是邻居啊，你随时可能来我家拜访。而且你懂得我，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。嗯，你就犟吧你啊。承认吧。承认什么？你先喜欢的我。我先。又是帮我找房子，又是帮我布置家居的。那段时间简直是把我家当成你自己家了。找房子是你逼我找的，布置家就是因为李女士让我带去买生活用品，我是看你可怜顺便帮你布置的，那是完全对一个邻居的友爱之情。行，我明白了，找房子是我逼你的对吧？对。那找房子找到你家隔壁是不是因为你想离我近一点？还有我问你，我去高家看房子的时候为什么生气？难道不是因为吃醋？我才没生气，我没有吃醋呢。你还来医院给我拉大提琴，演完就跑，还说不是倒追的我。说不过你，我不跟你说了。我现在要睡觉了，别打扰我，好好开车。小笨蛋，是我先喜欢你的。承认了吧？